一堆人开了，你们有人在小舰群呢？啊，谁被了？不知道，他们在说小舰群也很恶，什么什么。小婴儿是谁啊？小婴儿是那个龅牙。左边，躲到左边。躲到龅牙兔唇那个吗？ 开枪啊！还在犹豫。不是啊，我按一下，我看一下嘛。包给你，包给你去装，装包，在你身上。可以啊，我想说，如果来的是别人，我就直接帮他找，结果我瞄一下 ID 发现是国栋，他就忍住了。哎，杰仔，没有啊，我看到门是开的啊，我只是想躲在这。哎，国栋，你屁股铁门，你刚那个门进去，前面那个门进去，对对对，杰仔在那边上啊，杰仔不要丢啊。 不要打他果冻啊！好啦，喂，硬要喂，硬要抢哎！硬要哎！你有退群是不是？我看一下，欧尼哦，OK，OK，果冻也耳过小萤哦，真的假的？啊？谁？真恶心！小萤是谁啊？什么小萤儿？小萤不是哥哥？小萤儿吧？小萤儿哦，他们没耳过小萤儿啊？你好恶哦！ 男，轻狙起来，再送哎！你说我怎样？小颖儿，杰仔又在绕屁股，不到你往回头啊！不动回头。你后面有只，你后面有只果冻，左边，哎，你的左边，你的左边那边有一只。家里，你刚刚那边出去左转。他去装包。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 我打到脚，小颖儿，干，这好难用哦，操你的儿子的！谁敢惹小颖儿啊？为什么不敢惹？那个一点就比你还要恶的样子，你哪惹得赢他？<笑>啊？你们到底是不是讲同一个人啊？小颖儿。 你等下跟他讲说，要不要来约跑他妈，直接跟你报那个房间号码出来啊？哈哈，干，怎么这么难受啊？自己，我操你儿子，真的是。帮你解决。他这样是灌我吗？大鸡别累了，真的没看到。哎，我真的是，真的是他妈的。进来干啥小？到底要怎么狙啊？野尾啊！不能走狙。 不能在，我在上头啊！想喝水，哎，右边那里，哎啊，你怎么死了？那是蓝狙哎！旁边，来了，蓝狙，蓝狙，右边路口，过来，加好友啊！直接，他不是狙之前，你按一下蹲，他就会，过来了，他就回复了吗？不用啊，就蹲。还有人吗？哦，对了，你说走下去蹲开枪是准的，直接屁股，直接你屁股，向后后面那个箱子，饮水机那边啦。对啊，饮水机那里。 后面，要设施。是吗？不是这里，不是这里啊！后面你也卡成。官方那边那个箱子啊。官方之外哦，他拿轻狙而已。没有没有，他在看管而已。你们的爆位，你们的爆位好像好像老马尔啊。确定了啦。左边右边上面下面前面后面啊。爆位跟白痴一样。这样，白，他闪了，白了，全白了，前面下去。他没有吓到哎，他太里面。 我本来想等他走出来吓他，他升等，哎，涂鸦升等，真的，涂鸦升等的，你可以去喷漆了。这管好粗哦，很粗哦。玩 Couple Stone啊？有啊，他已经升等了，你们可以去那个。你要带他打是？你要继续先摸摸看，然后再自己再那个吗？直接打 D 2吧，D 2 最简单，最好打。我不知道现在要干嘛。 我们去玩滑水吧。你想玩竞技吗？他不会滑水。加到玩滑水是。我的意思说，你想要打 rank 吗？打 rank 的话，就是会比较认真那种，就不会有人送你头了。要娱乐也有娱乐的。可以啊，我都可以啊，不，我又没有差，分数又不重要，我决定还是可以计较，啊，就慢慢打就好了。不是重不是分数要的问题，是你一开始挫折感会很重，如果你不太会杀人的话，你挫折感会很重。对，你会觉得你为什么一直打一直死？ 那还会遇到一堆外国人，问杰仔就知道了。
杰仔不会啊，杰仔杰仔很不要挫折、啊，他很不要脸，他没有什么挫折。我不做，我讲了。喂，我哪有什么挫折？我有挫折，我玩绝地的时候就有挫折了。没有，你绝地会杀人啊？你绝地都有杀人？这个不一样哦，这个是一倒就瞬间倒了，这个没有办法救你起来啊。不会，对面是智障。我也可以单排啊，我单排也行。好，我都死了，拍谁？好，可以，那我去开分身号来。干这些这张我没有玩过啊，我不知道哪里啊。随便打单子是。被炸死！你问尾鱼啊，还是我帮你问？尾鱼不在线上啦，我已经问了，他不在啊，那不是他啦，那好像是那不是他、啊，那好像是老三吧。练练啊，常练练。老三是什么鬼？老三就是那个会射，跟着盖特打。不知道，不知道给沟通杀，因为他有本土杀手。三等了，三等就一般打就好了吧，让他练打。哈哈哈哈哈！狼是在抖。谁开枪啊？我操！果冻在哪？看我直接砍一刀就死了。果冻在哪？上次果冻在哪？三到四个小号。你大爷的，这张我不会玩啊！不然你过左边。果冻在跳台那。哇！我一定要刀死你们这些小王八蛋！气头英雄联盟，谁气头英雄？果冻在跳台是不是？他现在 A 点了。矮点，哎，果冻在矮点的，有看到？果冻、你后面有人。白痴，我听到错人了，我已经说了。矮点是 mid open 啊。拍谁？拍谁？如果亚运哦，如果这个2022年亚运打 Overwatch 哦，我一定爆气。我已经先了、哦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如果太夸张了。2022年的亚运，不可能吧？亚洲杯的亚运，给我打 Overwatch， 我一定好。哦，亚洲，我跟你讲，不可能会打那个。哇，果冻没有掉，靠腰。打那种竞技电竞的。干，你是不是开挂？操你妈的！妈的，为什么我这么亮，你可以射我？没有，只有你被白而已啊。可是我们没有被白。我们没有很亮，我微亮。他、啊、现在到底是怎样？你们到底是……我已经开好了，等你们要玩来玩。哎呀，所以你现在会开哪一只吗？啊？不是可以排十个竞技吗？不能，十个竞技？那你是开四人公司啊？打五啊？内打都可以。哦、哪一只哦？啊，所以现在要跳掉吗？不要。可是你那是 AK， 你不知道打单哦？不用啊，我没有开打单啊。这个是那个，这个就是那个随便拿来打。不只是没人这样，这一次都没人就对了。B 点全部都没人就对了。对啊 ，B 点都没有人啊。那我们全部都在 B 点啊，然后 B 我知道没带刀，屌，最趴那种哎、欸。我看你们已经跑到 A 点了，不是吗？对啊。哇！阿古龙在哪？你看一下，稍等好，你看一下，你有办法按我加入游戏吗？果冻在现在吗？对啊，你加哦，这边，你看一下哦，你加离开之后按我，钱很多，看我按我可不可以加入游戏？还有，看蜘蛛人在杀了，把他打掉，哇！干，怎么都射不到他？咱的包位置怎么拿不到啊？你能加入游戏的话就可以进来玩。你如果是这样点点点的话，你建议你要直接点头、啊。你要先离开队伍。你要先离开那个。怎么离开队伍啊？你要先我怎么知道怎么离？按 ESC 啊。ESC 啊。拿一个离开。离开游戏啊！离开游戏。离开游戏会跳到视窗哦。好，我离开，然后嘞？然后再按一次加入游戏，再按一次我刚刚切给你的链接，按加入游戏有办法加入游戏。
我知道啊，我进去了。贴个连接。好，我跟着盖特走就好了。然后我按加入游戏。对对对。盖特，你先进啊！啊，我跟着你飞就好了。你们在用本尊打吗？又没有，大帝不是要用小号？大帝用小号啊。对啊，你们排位够的再进去打、啊。好，干他妈的，那我的小号还哪啊？那我开那一只哦。开啊，我就用这只打就好满了。对啊，你的排位不是 OK 吗？你就用你本尊就好啊。干，超多星星嘞，超多星星场，舒服。超消费。哎、欸，满了，那你们打吧。星星就我这样分给你哦。星星的等级就是银牌之上，类似 L L 的银牌，接载的那个等级。他们的等级就是 L L 的银牌，银牌五银牌四，你懂吗？我才是银牌，银牌五。真假的？我觉得我是他们的枪很硬的、欸。没有啊，他们这样子只打到银牌啊，这样子才是牌。他们都没来打，不是他们都没来打，就他们就是银牌。就是银牌，你打到干这游戏这么难爬哦，这样子只能单所以我才说这个游戏的单不好打、啊。我跟你讲，大 D 就像那个 low 的精英啊，只不过他 low 是铜牌啊。大 D 连银牌到星星都打不上去，不知道怎样，我一直被踢啊。我打了五六十只、啊，是队友问题。我已经打了他妈五六十只啊，我的队友不想赢啊，完全是队友问题啊。然后打得好，又被对面骂怪挂。所以我就已经放弃了，压力很大。好的啦。欸，他叫你找到什么牌啊？防弹背心加头盔还有什么？一开始只能只有800块、啊，一开始是一开始只有800块，就是、你就只能。我知道啊，我是说我现在就是要加买防弹头盔加背心嘛，对对对，你就要对。等一下再交啦，你一样子弹不用买啊。还忘记一样子用临场临场体验就好了，你可以第一局买子弹了。都可以买，只有 CS 1.6要买，要不买子弹。我接在，哇，接在。你只要一买枪，子弹就是满的。有加我好友的，我等下开本尊再加的。现在是别的账号。我怎么记得次世代也都买，有点忘了。次世代不用，也要买啊。哎、我还记得次世代要买。那怎么快速上路？一定要按两下夜袭吗？你可以设定说你每买一次它就跳出一只，还有更方便的是你可以直接设定一键购，就是你按哪一个按键它就买什么。你也可以设在数字键啊，像我数字键直接按下去就会买 AK， 然后再买什么买甲买什么，然后买蛋。OK， 我要说你买 Ego 还是自己随便打吗？随便就摸嘛，你们自己摸吧。我不知道对面的实力耶，我不敢直接冲中路，就跟你一样直接喷头。有你有多烂，他们就有多烂，你就想一下。我多烂，他们就多烂就对了。对对对， okay， 就跟你一样。那我打。敢他拿那个阿巴、欸。好，我杀他。在对面拿阿巴、喔。平那一个，平那一个。我有阿巴玩喽，真爽。平哎呦，我以为这边抽，哇操哎、欸！靠腰。你们两个，我有再上，我都冲，干他喷呐、啊，他妈的！好，他们很猛，注意了，注意了，他们很猛，注意注意。夜鹰一定要停下来打，不然你就闪身，你就急停打。但你走射一定是不准的、啊，准备进去吗？一口气洗到没钱还是什么之类的。过一，哎，这有伤害队友啊？有啊，国中的 TK 要不要乱打、啊？我不知道，他突然从我前面走过去啊！我一直都在你前面。大力是橘色是不是 ？A 上，我中路两个，中路两个，中路两个是门后两个。左右各一个，再逼一个，我靠，你家伙！左右各一个，这个家伙，这是要开挂是不是？哎，还有一个，我要给他一箱、啊，还有一个，我去装个包啊。有外挂，干好扯哦！有一个在逼是不是？他在洞里面啊，闷出来哇，好扯哦！三连喷嘞！然后官方有那个 TK。